Hi there!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in an easy and funny way? This is the right place! I'm Julie, and you are on Goodie Study. By the end of this video, you will be able to speak more than 20 new Chinese words or expressions. Watch until the end! I created a quiz so you can test your new knowledge. Let's go! 街街马路马路商场商场里面里面你你我我厕所厕所公共厕所公共厕所你好你好请问请问哪里哪里在哪里在哪里这里这里那里那里在这里在这里在那里在那里好好的好吧好啊要要去去有有没有没有问问问一下问一下知道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谢谢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在街上在街上哎呀我肚子痛我肚子痛我要去厕所我要去厕所我不知道厕所在哪里我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你去问一下你去问一下好吧你在这里等我好吧你在这里等我好快去好，快去！
在马路对面，在马路对面。你好，请问这里有厕所吗？你好，请问这里有厕所吗？对不起，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没关系，没关系。你好，请问厕所在哪里？你好，请问厕所在哪里？街上没有公共厕所，街上没有公共厕所。但是，那里有一个商场。但是，那里有一个商场。里面有厕所。里面有厕所。好的，谢谢你。好的，谢谢你。不客气，再见。不客气，再见。测验。对不起，我不知道。A， 不客气。B， 没关系。C， 谢谢你。你在哪里？A。我在街上。 B， 我要去。 C， 没有。街上有厕所吗？A， 不客气。 B， 好的。 C， 有。请问商场在哪里？A， 没有。B， 在那里。C， 没关系。如果你知道答案，请在评论里告诉我。Thanks for watching. 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 click like,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谢谢。